早晨，我叫姜玲乐，我是一个会计文员，入了这间公司两年，在这里做事很开心的，所有同事都对我很好，因为我根本都没有同事，只是只有一个上司。他是日本人来的，我们平时就是这样沟通的，大致上都明白大家意思的，但是呢，有一件事困扰了我很久。喂，もう6時だぞ。今日の仕事を終わらせて明日にしなさい。佢每日临放工都会讲下句日文，究竟佢啱唔啱啊？我估个意思大概系，依家几点钟啊？仲未做晒啲嘢啊？做唔晒唔想收工啊？唉，想做成咩？做咩赶我走啊？咩啊？你嫌我做嘢做得慢啊？日日都要我 OT， 你都黐线噶！我唔做啦，食屎啊你！就咁走咗佢，咪益咗佢？听日要上去踩场，攞翻啲人工先。留架撑。哦，系哦。买早餐俾我食咁好死，知道冇咗唔得咧。阿上司啊，过嚟。见你咁有诚意，帮你今晚一手尾啦。系啦，阿妈。何言ってるか分かんないけど、頑張れよ。おい。もう6時だから。今日の仕事終わらせて、もう明日にしなさい。又系呢句？我已经做晒嘢啦喎。だからもう6時。今日の仕事は終わらせて。明日にして。咁温柔嘅，唔通呢句日文嘅意思唔系叫我加班？咁系点解咧？之后嘅每一日，我都好俾心机咁揾答案。依家日剧都冇对白嘅，就喺度演啲嘢。可唔可以唱慢少少啊？もう6時だぞ。仕事終わらせて明日にしなさい。哦，呢句好簡單嘅啫。我意思係話，今次咁差天，咁傻下面打，我有一條狗一米打。啊，原來你唔識廣東話。You rubbish, go go go. Me rubbish. Try this. 喂，未收錢啊？唔快。話你唔收錢，用下先。喂。もう6時だぞ。今日の仕事を終わらせて、明日にしなさい。な。現在已經是6點了，快點下班。剩餘工作留待明天才做。哦，原來隻滑鼠識翻譯嘅。原來你每日都叫我準時收工㗎。我怪错咗你，对唔住啊！我会听上司话噶。我先走先啦，拜拜。やっと分かったか。我真系好中意呢份工噶，拜拜。拜拜。食屎啦你！あなたは。クソを食べますだと？おい店長、帰ってこい！セクシーだね！好啊，我揾下嗰头有咩好食啊？尖沙咀餐厅。喂，唔关住我，我上司望住我。今日は新年だから早く帰っていいぞ。
嘘だ。セクシーだね。呢句日文嚟嘅咩？和泉素恒饰演上司，姜岭乐饰演下属，浩南饰演专业翻译员。剧本姜岭乐，拍摄少少少少少，剪接姜岭乐，连 keyboard 都唔使用喎。